吃个姜母蟹。全是黄的。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我逮饭了，我跟你说。要两瓣蟹腮。蟹腮，然后这个是蟹心，蟹心特别寒，不要吃。这个是蟹心，蟹心不要，蟹尾呀，哎妈，蟹心，妈呀，大蟹干，看大蟹干的吧，都是正货，正货的。那蟹家里有点刺刺。